印象了没？你有印象了没？有印象，不过这个长得不大一样。对，一样。这好像有花。花一下。有哪一种的花？那个人好像这样就没有了。看他在滚。猪肉煮啊，猪肉煮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，那个特好看，好看，你下去就会变好吃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出蛋。台东就可以煮，台中，台中，台中，那个台中。好的哦。要酱汁，你需要调酒啊，是吧？好吧，我也懂。